作品太好了啊，扑腾扑腾的啊，听这个掌声说明这活火了。嗯啊，梁二，您是第一次跟相声演员合作吗？第一次，感觉怎么样？特别特别紧张，因为怕给人家添乱。对，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紧张，选什么词儿？兴奋，兴奋，对，兴奋的紧张。用一首您自己的歌来形容心情，选什么歌？这次的旅行特别仙儿，仙儿啊！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传统相声里面有一段叫对春联儿。哦，哎，今天呢，我们就邀请梁龙老师给我们来一个现场即兴版的对春联，怎么样？那我来给你出题，好不好？哎，行，好。有这么句话呀，叫“少年强则国强”，孩子们是咱们以后的未来，咱们给学生朋友们写副对联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看这上联啊。哎，有了，妈不再吼，爸不再叫，老师不再咆哮。嚯，听下联，这是上联。哎，妈，考的都会，蒙的都对，努力就不白费，快乐成长。好，哎，这个好，哎，这个好，快乐成长。嗯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咱们给父母老人写副对联。哎，老人上联，红纱巾，花旗袍。神采飞扬，好，哎，精神，精神，我这下联啊，自拍杆加单反，长枪短炮，哎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绝美夕阳，哎，好，准确，好，准确，非常好。我们也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、家人们、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。嗯，我再出一题啊，行了，这差不多了啊，我这瘾呢也确实是过了，咱们还是。大家听一下真正的相声。哎呀呀，那可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哎呦，这把活儿给刨了，一看就是这两位的。咱们一起来听《年年有余》。本节目由小葵花独家冠名，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，抗病毒，清肺热，治咳嗽。哎呀，感谢大家的掌声鹘励啊！谢谢大家啊！孟鹤堂、周九良又是我们小哥俩在天津卫视给您说相声啊，相声春晚多快呀！啊，一晃一年又过去了。对，就这几年就感觉好像就是，什么感觉啊？什么感觉呢？就好像一匹那个白马就从那个山涧之间擦就过去，就那种感觉。你是不是想说白驹过隙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有那种感觉？啊，是，就好像是那个，就是那个时光就特别的呲儿啪，这个时光呲儿啪，时光如箭，对，哎呀，你可以，就好像就是那什么感觉，就好像那个时光就它，哎，嘣一下就过去了，就那种感觉，哦，那叫弹指一挥间，那叫。你这有点小报复啊！废话，我就还动手动脚，我就形容这个感觉。为什么说时间过得这么快，而且时间会越来越快？为什么呢？我研究啊，什么原因？我就研究。嗯，我们小的时候不觉得时间过得快，哦，是吗？可是我们长大之后就觉得时间过得快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。而且时间过得越来越快。是啊，经我研究发现，嗯。小的时候，小孩为什么觉得时间过得慢？嗯，因为他看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，哦，经历的也都是刚经历的东西，所以他记忆点就深刻。小孩嘛，没经历过什么，他就像那个蛤蟆，就是在那个坑里望天，坐井观天。哎，对，没见过什么，看见什么新鲜东西，就好像那个耳朵跟眼睛重新换了一遍那种感觉，耳目一新。对，长大之后不一样了，嗯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你曾经经历过的，嗯，哎。你经历过了，你就没什么味道，就好像吃了根辣一样。味同嚼，你是得学学成语了。这不有您在呢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有我在呢。我就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啊！回想，我不说小时候，哦，我就周老师，我问你，我20年前你在今天你在干什么？10年前的今天，5年前的今天，没事吧？2年前的今天，你要咳嗽，你这么着，你来点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，好不好？抗病毒，清肺热，治咳嗽，不差，我没毛病。
这波没毛病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。哎，我不是说咳嗽，您问的太远了，都20年前、10年前，这谁记得住啊？咱往近了说，大伙眼巴前的，咱就说昨天你在干什么？你不用配合我啊，周老师，这不需要配合，不是节目效果，不需要配合。你看是不是想不起来？为什么？我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因为人类的这个记忆皮层啊，会把所有的记忆分类整理，然后你呢有好多类似的记忆会合并同类项，所以说你年龄越大，你的记忆点就会越模糊。哦，是吗？为什么刚才我问你那些东西你都觉得很模糊？嗯，因为每年过年的都是记忆点的。我问你去年过年你在干什么，你肯定想得起来。你就是脑子不好使。不是跟我没关系。你是跟我没关系啊！你容我，我这不是你想想，这谁能想得起来呀？大伙都记得住，去年过年干什么了？都一样。我也记得住，我不关去年，我年年我都记得住。打小我过年，我们家记忆点就多。我们家过年跟别人家不一样啊？怎么还不一样啊？你们家是夏天过年，也不一样。贴对联不行？什么？不贴对联？为什么呀？我爸怕红。啊，那放鞭炮不行？我爸怕崩。挂灯笼。不行，我爸怕亮。你爸爸是年兽吧？你爸爸是年兽，又怕红，又怕崩，又怕灯。你知道这你不是年兽是什么？不是跟年兽没关系。那你们家都干什么呀？讨吉利。讨吉利？怎么讨吉利？你比如说我爸爸弄俩柿子，柿子放家里干嘛？弄小木头弄一如意，往那一摆，这叫什么呀？嗯，事事如意。就是两个柿子一个如意，事事如意。对了，有一年我爸爸大早上起来，哦，院里逮四只鸡，弄四只鸡，弄一大胆瓶，他胆子那大胆瓶知道吗？是啊，哎，四只鸡全塞着一个胆瓶里边，干嘛呀？弄那个小木头塞子，安这上头，往这一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四鸡平安。这都是我爸爸想出的主意啊！这都是讨吉利。我爸就为讨吉利，那煞费苦心呢。我跟你说，还干嘛呀？啊，大早上起来，人还都没起呢。嗯，人家放鞭炮，我爸爸唱歌，啊，唱歌就站院里唱歌。哦，哎呀，你进去听呢，怎么唱的？这好啊，他唱歌好听。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发财。哎哎，孟老师，恭喜你发财。你爸爸就是年兽。这不是出来吓唬人的吗？怎么了？这会唱吗？怎么不会唱？我爸唱歌好听着呢。恭喜你发财，这唱的怎么那么平啊？哎，就这么平啊，一点味儿都没平。我爸爸就为了讨这吉利啊。这是什么吉利啊？歌舞升平，就讨这吉利。哎哎哎，行，让你妈管管。我妈闲不住我吗？我妈也讨吉利。我妈怎么讨吉利？院里弄五个大鼓。啊，放在院里边，五个，好家伙，玩命踹这大鼓，踹这鼓干嘛呀？我也不明白，后来一问才知道，什么意思呀？五谷丰登，听那丰登的，五谷就是疯狂的登，疯狂的登，五谷丰登，大过年的，这就像我也不想，我被支配了嘛。啊，记忆最深的一年啊，最深刻的，我跟我爸爸去逛庙会去了。逛庙会热闹，小孩啊没逛庙会，看什么都新鲜呢。哎，对，但是我爸爸逛的什么呢？我爸爸逛是讨吉利。哎，这等会儿你看，逛庙会讨吉利。对呀，啊，他挑东西，他买回来他凑吉利数啊。买的什么呀？有那卖那个什么，画那个糖画的。哦，画糖画，吹糖人的。是，还有那个卖金鱼的。哦，尤其是卖金鱼的。嗯，我爸爸站着就走不动道了。这干嘛呀？我爸爸想回去凑一个年年有余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站着走不动道了。是啊，嗯，我小时候，金鱼儿冬天，基本上没有，啊，这天太冷了，就喜欢这金鱼儿。嗯，问人老板，老板，这金鱼儿咋卖的？多少钱呢？30一条。哎呦，不便宜啊！那会儿30一条，太贵了。是30一条太贵了吧？你这玩意儿，啊，不是，成本在这儿呢。30一条还加个鱼缸呢，那你卖鱼多少钱呢？鱼2块。嗯，这老板是一个卖鱼缸的吧？那我就光买鱼，我不敢买鱼缸行不行？不行，大哥。嗨，那能行吗？这么冷天，你买鱼不买鱼缸，你咋带走啊？
哦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到家里冻死了，你揣兜里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开玩笑呢嘛，我这就这么卖，揣兜里也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不要鱼缸那鱼2块钱一条，我就卖给你。哦，我爸一听来劲了，嗯，2块钱一条卖给我，2块，各位，各位，人多呀，逛庙会的，各位，都看好了啊，都看好了，老板说了，我不要鱼缸2块钱一条就卖给我。干嘛还找证人是吗？还老板说你带不回去，你到家冻死了，你不听话呢。对呀，甭管，我就2块钱一条，我就买了。嗯，哎，这会儿人就围上来了。我爸从兜里掏出2块钱，啪往那一拍，嗯，顺手掏出一条金鱼来。哟，各位瞧好了，这怎么这金鱼在手里噼里扑噜乱蹦啊？就端回来。瞧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拿到家，而且冻不死。哟，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我拿嘴我也带回去。啊？我爸要拿嘴含回去，旁边有好心人呢，蹦爆米花那老头说：“小伙子，要不给你拿一塑料袋得了？”啊，塑料袋行，不用，嗯，甭管闲事儿。哎呦嚯，告诉你，拿嘴也叼回去，有点好心眼没？各位瞧好了，我爸爸这劲儿可上来了啊，都瞅着呢啊，真是。我爸爸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把这金鱼啪往上一扔，呦嚯，表演上了啊，嗯，开始表演了，炫技呢，扔上去瞅准了一张嘴，能接住吗？含嘴里的哦，这还真接着了。周围人喊呐，好啊，好啊！嚯，我爸爸抱拳拱手，嗯，见笑。哎，掉地上了。是，那怎么办？啊，这还能要吗？那个这不要不了了，因为什么呀？我妈妈说了，嗯，掉地下的东西就不能再往嘴里放了。哎，对了，那是吃的，这是欣赏的。连摔带动也要不了了。啊，对，老板。再来2块钱呢，口内外温差有点大，往这一拍，伸手捞了条金鱼，嗯，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往上一扔，走你，一张嘴，不，行，别说话了，再来一条，嗯，您等会儿，这不是这回不是没说话吗？是扔得太高，顺嗓子眼直接滑下去了。哎，好，一样了。哎，这里还动过呢，哎，就可以了，还动过呢，啊。再来一条，老板。哦，就再来一条。好家伙，伸手又捞一条。这回我爸爸有主意，把嗓子眼闭死了，嗯，扔得高高，瞅准了一张嘴，噗，含到嘴里，嗯，抱拳拱手，就赶紧走，扭头就走。对，这会儿蹦爆米花那老头太坏了。怎么呢？小伙子，你带不到家，你要不来一塑料袋吧？看我爸爸那劲儿上来了，带不到家。是啊，你看我的，一拍胸脯，再来一条。哎。哎呀，一会儿吃饱了，我跟你说，3条鱼了都。再来一条，一摸兜没钱了，那会儿哪有那么多钱呢？是啊，没钱了。旁边有人好心人说了，我出1块，干嘛呀？看热闹啊。哦，我出5毛啊，我出3块。蹦爆米花这大爷过来了，今天我摊儿不出了啊，干嘛呀？我就看你这金鱼是怎么带回去的。哦，他怎么看呀？啪就掏着20块钱、嗯、往这一拍，给他来10条。嗯，好，我就看他今天能不能吃饱了。哎呦呵，哎呀，我爸爸一看也没台阶了、嗯、来吧，一伸手拿起一金鱼来往上一扔，拿嘴接住了，摸头就走，赶紧走。好家后边一帮人都跟着。是，那个蹦爆米花老头卖金鱼买卖都不干了，就看我爸爸能不能坚持到家。是，3步并卧2步走，就马上就要到家了。哎，都快了，坏了，太成功了。怎么还坏了？碰着我姥爷了。哦，我姥爷老丈人啊。是，打对面过来碰着我爸爸。姑爷过年好啊。大过年的，我爸爸你琢磨，老丈人给自己拜年，你说说话也不是，不说话也不是，嘴里含着金鱼。好，这会儿我爸爸难为死了，他就那起飞智了，那脑子。好，再想出一个办法，又保住了金鱼，又跟我姥爷拜了年。我怎么来的呀？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一抬头，噗，把金鱼吐上去了。爸，过年好！不，又接住了。后边30多人好都看傻了，杂技了，还能这么操作呢？好啊，鼓掌啊！好家伙，好功夫！这帮人一热闹，我姥爷也懵了。嗯，好家伙，这姑爷在这干嘛呢？对，他不知道，上来问我爸爸，姑爷，你那嘴里是什么呀？坏了，我爸爸为难了，我怎么办？金鱼，他又给咽了。又咽了。